高雄永安石斑养殖场养殖户随手一捞就是一大尾石斑。北美石斑经济价值高，包括高雄永安与台南学甲跟屏东是台湾三大石斑产地，出口中国最大宗。现在却发生中国无预警，宣称查出禁药，禁止台湾石斑进口。六千几吨的石斑来了，无燃烧。养殖户忧心中国打压恐怕导致台湾石斑价格崩盘，因为光是110年外销中国6121公吨，还得烦恼怎么转单。中国从凤梨到这个释迦，一直到这一次石斑，针对的都是社会上最单纯最辛苦的农渔民，所以以政治干扰国际贸易，以政治的手段来伤害台湾的农渔业者，不要动辄就让台湾的农渔民受到直接的一个伤害，这是现在民进党政府一定要大力去推动的事情。打从去年3月1号开始，中国已查出介壳虫，禁止输入台湾凤梨。9月19中秋连假，又是同样手法，公布出口中国最大宗的释迦跟莲雾，禁止进口中国，理由同样是有介壳虫。这回把矛头对准高经济价值的石斑，扣上使用禁药的帽子。中国连3次出手，时间点都选择连假或者是假期前一天突袭，让台湾第一时间要找中方人员沟通都很困难。第一，让人家措手不及；第二个，他想要制造这种快速而且让人无法反应的这样子的一个舆论的杀伤力。中国屡屡用非关税贸易障碍阻碍台湾农渔产品贸易，手法如出一辙，破坏国际规范，打压台湾痕迹早早。三立新闻谢文彦、许谦、陈彦豪 SNG 小组台北、高雄综合报道。